先等超人。好啦。即便大批警力到场，还是止不住火爆场面。黑衣女不断用手指着对方痛骂，远警连忙劝架。只见格子上衣的女子扶着额头，哭得好伤心，但她的男友却始终躲在后头。黑女的男友赤裸上身，一脸无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原来38岁陈姓男子7号晚上跑到姐姐的店面要钱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，甚至口出恶言，让姐姐男友看不下去，一人挥拳，另一人拿出甩棍攻击，连弟弟女友也下车助阵。最后除了姐弟俩毫发无伤，剩下两人分别右手骨折，还有额头撕裂伤，双双挂彩。是因为弟弟跟姐姐要钱的时候口气很差，那姐姐的男友看不下去，进而制止弟弟这不礼貌的态度，那弟弟进而攻击姐姐的男友，那双方才起了冲突。姐姐平常辛勤工作，白天卖面线，晚上还努力洗车赚外快，没想到弟弟成天游手好闲，带着女友饭来张口讨钱，已经不是第一次。这回家务事闹上大街，两边都有人受伤，互相提构伤害，看来这姐弟情谊短时间内很难复原。记者洪希宇、何慧荣台北报道。